老板你好，来个100块的汉堡可以吗？100块啊？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那我就给你做一个。那我放这儿。好，你放这儿。好。好。这还很少做100块的。啊，第一次做吗？也不是，之前做过。对。做过吗？对，做过，但是他们是做的那种5层的。哦，那我有几层呀、啊？你6层了。好。把面包烤得脆脆的，外面。烤到这个表层脆脆的，啊，里面松软就可以了。这都是我的吗？对，都是你的。6层大概有多大呀？6层很高的，10多公分高的。啊，这么高？我们肉的品质特别好。啊。好香啊！这牛肉的。肉都是我们每天下午现烤的。你这一身肌肉都是这样打出来的吗？哈哈哈哈，来点黑胡椒和海盐。好。人家健身房搞出来，那太牛了。我们卖完汉堡，晚上就去健身了。这我肯定得，就是。打你能把这身体打好了，太完蛋了。好，打点酱啊。啊，这是什么酱呀？这是不辣的，经典。不辣的。哦，好。那你这个得多搞点生菜啊。哇，这么多菜。喜欢吃菜吗？我喜欢吃肉。肉给你管肉。好。你可以翻面啊。好。我们每一个焦化感都处理得非常好。嗯。这个肉自己就是外面脆脆的，然后里面嫩嫩的。对，而且能充分的把汁水锁住。哦。每个肉上再给你加一片芝士。哇，好。哦，洋葱喜欢吃吗？嗯，都要。好，每一层都给你加点洋葱。这个洋葱也是甜甜的。好。蒜红瓜也要哈。嗯，都要的。好，这个蒜红瓜特别解腻，每一层都给你放2片。你准备起锅了。好。快乐的叠叠乐时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叠的。我们把它叠成一座山。哦，加油。争取它不倒哈。这是最高层的了吧？我的是。以前有人吃过8层的。啊，那我下次要来是超级无敌大的。可以。先把它盖上。好。我们这个多给它切2个尖尖。对。好，看。哇。哇。非常的大了。哎呀，是有点费手啊。该不该倒哦？哇。好，谢谢。